家奔跑，不言不求不飘，偶尔下下药，三不五时洗冷水澡，吃希望养病千日，我也不下绿水漂。关于头发熊猫，我们或许该反向思考，欲望太快太粗糙，会破坏美好。头发顶高的广告，只会收入男人胡说八道，我才不需要任何壮阳药，只要起床喝。要好康了，我跟你讲，最近那个南部猫头山的缆车出问题啊，这个新闻呢不是很重要，但是我还是决定要做，而且呢交给你跟晶晶做，你们两个呢就去南部好好的玩一下，所有的费用公司出，了了吧？这么好啊？哎，当然了，还有哦，我会告诉晶晶，因为公司的经费不足，所以你们两个只能住一个房间，哎，这样子安排还满意吧？好好把握，不要浪费了，是不是啊？我是觉得不需要这样子啦。什么不需要这样子？这个叫做天赐良缘，你懂不懂啊？哎，我警告你哦，你这次回来要是没有把金金保到手的话，我不会再帮你，而且你这个副总也不要再做了。我知道了，谢谢总编。客气什么，三八。新闻有必要出差那么久吗？干嘛？你不想去啊 ？Fine， 不勉强。我打电话给舅一次好了。Hello， 舅一次啊？我。Hi， 舅一次。啊，总他找错人打错电话了。啊，没事没事。拜拜。哎，我有说我不去吗？莫名其妙。你这人真的很烂呢。不是说好要当一个礼拜的朱耀武吗？朱耀武呢，都会帮我拿行李。哎。范小姐，你又怎么了？朱耀武呢？他都会帮我开车门。开车门？愿赌服输，不然天打雷劈哦。Thank you。安全带 please。 朱耀武他都会啊，算了，我自己来。哎，这
这一连七天呢，我当作去旅游，我不希望你破坏我的好心情。坐好喽。哎，伯父。伯父，都已经两点了，你最近怎么越睡越晚？不知道怎么搞的，最近就是老是觉得累，睡不饱。是吗？耀文他们不叫你去做身体检查吗？怎么不去啊？什么检查啊？累了就休息休息吧，不必检查了。哦。哎呀，伯父，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打听到伯母他们要做的那道菜了，他们要用青芒果炖猪脚。真的？对。有你的，婉玲，有你的，太好了，太好了。我就说嘛，当初让你到十八来上班那对啊，调整县民多，消息也灵通，是不是？啊，好，这是我赢定了，真的我赢定了，哎，我有把握。伯父，那我就先恭喜你哦。哎，谢谢。对，婉玲，来，我给你讲一件事。没事。我弄了一张这个食神级的料理秘方，啊，这个叫做万佛朝中十全大补翻云手。哇，这道菜名听起来就很有气势哎。这当然，这是我跟我师父求了好久才求来的。伯父，我对你很有信心，你一定会赢的。啊，这样子啊？真的？好，冲你这句话，我一定赢。那但现在你必须要帮伯父一个忙。什么忙？好吧，你呢？你就很秘密的拿着这张秘方，去问那个中医师，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中医师，你问他，我加的这些中药材啊，会不会反而这个冲克伤身？啊，好不好？你帮我去。对，我，反正我不瞒你说啊，在这个饭店里面啊，只有你跟那个潘金莲没有任何瓜葛，其他你像什么朱耀文啊、朱耀威啊、亮亮，都跟那个潘金莲现在一个鼻孔出气，所以我信不过他们，好吧？我只相信你，所以就拜托你。可是伯父，你不要这么想啊，耀文跟耀威不可能会出卖你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好不好？好吧，我还是交给你，把这个重担交给你。谢谢伯父。千万别流出去。不会，秘密。好，我会加油的。谢谢你啊，放心哦。哎呀，哇，耀文，你干妈又送你玩具了啊？对。哇，钻石币是不是有？就玩。我刚才玩的。啊，算，让你玩。你干妈真的很疼你哦。对，哎，可是她这样子，我会觉得有点怪怪的。不会啊，我在想，可能因为你长得像死去的儿子，所以她对你有移情的作用。我？你要出去啊？对啊，就是我要。哎，要不然这样吧，我保证，未来有任何事情，我绝对不会骗你，好不好？干嘛？话讲一半怎样？就这件事啊，伯父交代过不能告诉任何人，所以我跟你讲的话你不能说出去，你不要害我。我现在是怎样？连我都防啊？其实我觉得不应该防你啊，不过因为这次比赛呢会影响到十八的营运，所以伯父他难免会比较谨慎嘛，怕机密会泄露出去，所以你不要害我，你也不用怪他。跟比赛有关？好， OK， 这样。什么事？就是这个秘方啊，伯父呢要用这个啊去卤那猪脚去参加比赛，不过他自己改良了一点点东西，加入一些养生的材料，所以他要我拿这个秘方去问那个中医呢，对人体是不是 OK 的？我看，什么东西啊？十全大补人参翻云手，什么当归人参？喂，啊，阿姨啊，现在。可是我现在在忙哎，好，那我尽量赶过去。OK， 好，拜拜。耀文啊，我有事要。好了，我帮你啊。我跟你讲，反正佳佳以前在医院中医部非常有名，离这又很近，我过去跟他讲一下就好了。我帮你问看，回来哪边？好，
不过你要记得，我知道机密 ，OK， 我不会讲出去的啊。我先去找，早上跟你说。是啊。当归人参折枝，冬虫夏草，驴跑蝉蜕，刺猬落腮。哎，大姐，大姐来了。那你看，小哥的干妈又送他礼物哎。哇，怎么这么好？对啊，很好玩哎。什么游戏啊？有好多，有什么换衣服的？范佳佳。是不是突然想去以前姑的医院探望一下老同事啊？娜娜，我突然间好想去看我以前在中医部的同事哦。啊？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就是想去。哎，你看一下啊哈。哦，那个婉玲，我可不可以请一个小时的假出去啊？当然可以啊。谢谢。路上小心哦。好。哎，金鱼，哎，佳佳，好久不见。对啊，给你们吃的，谢啦。对了，你男朋友刚刚去陈医师那边呢。他去干嘛？他拿了一张炖猪脚的秘方，跑去找陈医师啦，问看看吃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炖猪脚的秘方。耀文为什么不找我一起去？明明那是我以前服务的医院呢。我跟医院里面的都很熟哎，他一定是怕我知道炖猪脚的秘方，怕我把秘方泄露出去。耀文，你不是说你绝对不会再瞒我任何事了吗？你不是说你什么事情都会告诉我吗？喂，亮亮啊，你帮我把十八的工作辞掉好不好？因为我今天回去看老同事的时候，他们都叫我去上班呢。还没啦，我还没有决定是不是真的回医院上班，反正你就先帮我把工作辞掉。好了好了，就这样了啊。好，拜拜。是什么？佳佳要辞职？搞什么飞机啊？什么时候的事？刚刚啦，大姐打电话给我，我一挂电话就马上过来跟你们讲了。周老板，你不说这个佳佳一向是很负责任、很替人着想的吗？他现在来这招是什么意思啊？是看谁我没有办法在这一次猪脚美食节大赛扳回一城，认为我们十八一定会倒，所以他先落跑，是不是？干爹不是这样的啦，大姐她是因为回去医院看她的同事，结果她同事都希望她回去上班啊，所以你没什么所以了，你到柜台去。哦。你自己摸着良心说，老爸对佳佳好不好？之前呢、发生的那个什么闹鬼爆料的事情，老爸有没有骂过他？有没有说过一句重的话？这干嘛？现在说走就走，这太不够意思了嘛！还有啊，他明明知道我们十八打出的特色就是。有住店的医疗人员，好了，他现在走的纯粹给我难看，是不是？这万一有团要进来的话，人家看到我们没有住店的医疗人员，人家会以为我们什么？会以为我们在欺骗消费者？那同业会怎么讲我们？那个，爸，你先别生气啊，我再去了解看看嘛。了解了解个屁啊！有什么好了解啊？
要辞职，他有跟你说一声吗？这一通电话来叫亮亮转达，把我们放在哪里啊？我们是个屁啊！你还了解？你以为你谁啊你？朱小文啊，你脑袋清醒一点啊，罩子放亮点啊！啊！哎，你现在是怎样啊？你就这样要辞职，你也不跟我老爸说一声，你叫亮亮转达一下，不清不楚，也没说为什么。你不会觉得这样太不负责任吗？我离开十八，你就不会为难的，不是吗？我，不是你，你在讲什么？什么跟什么啊？你说过，你不会再瞒我任何事情。那为什么你今天去医院找我同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呢？哦，原来你是为这件事情呢、啊。哎。不是这件事情有这么严重吗？这件事情不严重吗？难道我要假装说我不知道你骗我？我骗你？我怎样骗你？我只是还没说而已，好不好？算了啦，你如果会说的话，你早叫我跟你一起去医院了。所以你现在意思是怎样？你不知道说那个美食大赛秘方，所以你很不爽？我没有说我要知道。那不是你有必要知道吗？而且这只是个秘方而已嘛，是婉玲临时来找我，我才帮他跑一趟，而且我爸还交代婉玲谁都不可以讲，连我都不能说。哎，我没有说我要叫伯父的秘方，我气的是你瞒我。哇，我怎样瞒你啊？好，怎么样才叫不瞒你？我讲，我跟人家吃饭、吃东西、上厕所、去哪里、做了什么，完全都讲，一定要讲到这么巨细靡遗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你很奇怪，你去的是我以前的医院，找的是我的老同事，照理说你应该会先智慧我一声啊，你应该要打电话叫我去打声招呼嘛，或者是直接把秘方拿给我帮你去跑，不是更省事吗？不是吗？我没有想这么多啊，婉玲来找我，我也是。对对对对，婉玲叫你帮忙你都帮，而且还瞒着我帮她。哎，这跟婉玲什么事啊？这两件事有关系，你现在硬要抬杠就对了，是不是？我有说错吗？我被我自己男朋友当的是外人，难道我很开心吗？我要放鞭炮进出吗？哦，你怎么这么鲁啊？好，就算是我骗你，也是因为那个秘方对十八来讲太重要，我爸怕太多人知道传到你干妈那里，你不能体谅一下吗？所以说到底，你就是怕我知道秘方之后去跟我干妈说，所以才防止我咯。哇，这当然不是啊。哎，你为什么听不懂我的意思啊？我听得很清楚，你的意思呢，就是我当廖北啊，我会背叛你跟你爸，我会故意害十八倒闭。你为什么一定要误会我讲的意思啊？好，不管，我跟你讲，这些都不是重点。你现在跟我回去，跟我爸讲。我不要回去啦，我不想要被人家当的是贼一样的在防。谁把你当贼啊？不会啦，哎，你又不知道说那秘方是什么。谁会？没有人会这样冤枉你啊！我相信你不会这样做，可以吗？可不可以？不重要了，反正我就要辞职。很抱歉，我就叫亮亮口头传递。反正我没什么好交接的，现在十八没什么旅。反正十八呢也被我害得没有客人来住了，我想我现在离开也没什么影响。你要这么坚持就对了。对。好，算了，好，通通都算，算了，可不可以？我靠！我就叫亮亮口头传递，反正我没什么好交接的，现在十八没什么旅，反正十八呢也被我害得没有客人来住了，
我想我现在离开也没什么影响。你要这么坚持就对了。对。好，算了。好，通通都算，算了，可不可以？我靠！已经一个礼拜了，这七天，我跟耀武好像都刻意的从对方的生活中消失。我们没有再碰面，也没有再说一句话。我觉得自己的心好像被掏空了，日子很难熬。耀文呢，他是不是也跟我有一样的感觉？虽然我的爱情降到了冰点，甚至看不出来有任何挽回的迹象，可是耀武偷偷打电话来说他跟晶晶的感情大要进了。看来耀武变身为 Michael 这一招真的很成功。至于干妈，有了可以让她发挥的舞台，每天都乐在工作，整个人的感觉更有精神，更亮丽了。耀威呢，听亮亮说朱伯父规定耀威得日以继夜地顾着他们参加美食大赛的猪脚，他简直跟秦始皇的兵马俑差不多，真可怜。不过耀威的辛苦还是有代价的，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朱伯父跟耀威终于试出最完美的猪脚料理，希望朱伯父可以赢得比赛冠军，这样子十八的危机就可以解除了。本大厨亲自出马，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终于在最后做出了这道最完美的万佛朝宗十全大补翻云手。好，我有信心凯旋归来。各位，咱们等着开庆功宴吧。耶！昨晚，嗯。你老子去参加比赛，不是参加丧事。你要不要拿个镜子照照看，你那个脸是什么脸啊？都一个礼拜了，你这个人也该活过来了吧？嗯。哎，人家说大丈夫何患无妻啊？啊。婉玲也不错的，是不是？爸，你在讲什么啊？这，你不要担心我，你先担心你能再不出发。还得第一嘞，倒数第一吧。好，这位，咱们十八大军现在出发。耀文，这女孩子闹闹脾气嘛，如果你心里真的这么在乎她，不管是不是你的错，哎呀，哄一哄她就没事啦。我才不在意，随便她了，该怎样怎样。耀文，阿香姨，你就让她自己决定好了。其实事情是有是非对错的，如果她这样一直让家家的话，她以后在家面前怎么抬得起头啊？嗯。好了，耀文，我看这一阵子啊，你没吃什么好的东西。这样好了，我啊出去帮你带点东西回来。不用了，我要吃什么，我都要自己去买。没关系啦，反正我出去买东西嘛，我帮你带回来喽。啊，你们两个聊一聊喽。哦。哎喂，好姨，什么事啊？好了，我忙上去。
柜台先给你顾啊。哦。哎。阿姨，什么事这么急啊？副总，我在整理房间哦，忽然间看见这张相片，我看过你小时候的相片，跟他好像哎，你看看。 请进，佳佳。 陪我说说话好不好？我真的找不到第二个人听我说话了，算我求你嘛，听我讲完，我讲两句我就走。你说吧。我干妈她。 他其实就是我亲生的妈妈，所以你现在想要怎么办啊？我也不知道了，我只是觉得。 说了好像没什么意义，但是不说又觉得怪怪的。你真的这么恨你的亲生妈妈？也谈不上恨，我又不是不知道当初她被我爸骗。我只是觉得这十几年来好像一封信、一通电话都没有。哎，有当人父母亲是这样的吗？可是她现在。 摆明就怀恨你的啊！他也说不出口，因为他知道自己也对不起你嘛。所以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给你自己，还有你亲生的妈妈一次机会啊？所以你的意思是，要我跟他相认？ 全能大饭店啊！我们去参加比赛，那个金芒果炖猪脚，你知道吗？大受好评，几乎每一个评审哦，都有一个提醒我，说我没有可能得冠军啊！真是太爽了！喂，哎，啊，我跟你们讲那么好的消息，你都没有反应啊！ 阿丁来了，佳佳。哦，你是不是欺负佳佳啊？佳佳，你来丢你这里搞不？干嘛好你口？不是啊，干妈，耀文他来找我是因为，他告诉我，阿香姨其实就是他亲生的妈妈。
你先不要激动了。那个伯父，我跟阿香姨说，不对，是阿香姨知道，不对，反正那就是当初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阿香姨并不知道他已经跟你结了婚了，所以你千万不要冲动跑去跟阿香姨理论或者是吵架什么之类的哦。我敢是遐真戆的人吗？对啊，主要喂，阿丽嘞，你即马过伫咩呐？你给我讲清楚啊！我那个鹿儿岛的黑帽村长怎么会跑到潘金莲那边去了？我真的不知道吧，大伯。不知道，从头到尾我就叫你好好给我盯着。难道那个猪脚他会自己长脚跑到潘金莲那边去啊？是我讲清楚。等一下，快放手！天大的事了！原本我可以得冠军的那个黑毛猪脚大赛啊，现在泡汤了啊！你给我讲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了？知道我。你不讲清楚，我老师。你做的好事儿。对啊，是我主动把猪脚给干妈的了。你，干姐，对不起啊。哎，大伯，诸葛亮啊，干爹，你从小干爹就待你不薄，你居然这样子恩将仇报，你，干爹，哎呦。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干爹？我就想说，这样子比赛才公平嘛。那大家如果都用同一种的猪脚，这样起跑点才一样啊。公平什么啊？那你怎么只拿给潘金莲，其他人你不给啊？我就指认是干妈。大伯，你不要再生气了嘛！刚刚那些评审切猪脚的时候，一个个都拼命点头，哎，我们就会得冠军的。再啰嗦！好了，别讲了，伯父上去休息，这里交给我就好了。我的头！爷，对不起啊！走好！我的脚软，哎呀！也不要扶我，不要扶我。养你们不知道干什么的，专门帮助别人来对付我的啊！大伯，你不要生气啦。干爹，你先别生气，你就好好休息啦。光哥，怎么了，光哥？你昏倒了？没有，都被这两个小鬼给气的。对不起啊，你对不起有什么用？那万一这个猪脚那个比赛我输给潘金莲，那叫我的脸往哪里放啊？这是我们十八最后翻身的机会了，你们两个想死的，居然背叛我老爸。好吧，婉玲刚把事情都告诉我了，你还好吧？好，我好得很。我好，那就好了，反正这件事情已经不重要了嘛。很抱歉了，我现在没有办法再叫你干妈。朱小文，你哪根筋不对啊？你干妈哪里惹你啊？先好姨在整理房间的时候，在她房间看到我小时候的照片。怎样？你现在知道猪脚是已经不重要了吧？耀文，你不必解释了。我已经知道你就是生我的老爸，这时候你该不会又摇头否认了吧？你妈。
爸爸，你骗我这事我是可以接受的，可是他当年丢下我们不管，这个我没有办法理解，所以我想了很久，我也企图要原谅他，但是我很确定我做不到，所以请听清楚，我不需要妈妈。我也企图要原谅他，但是我很确定我做不到，所以请听清楚，我不需要妈妈。来来来来来，爸跟你说，爸你不用讲，这个这是我跟他的事，你让我自己解决。我想你这次回台湾来的目的，就是希望我可以不恨你，甚至可以原谅你。我现在告诉你，我可以不恨你，所以这样你目的应该算是达到了吧？耀文，请你给我一个机会，我可以好好的弥补你，好吗？不用。现在时候也不早了，我如果请你现在走，太不通人情了。明天中午十二点，麻烦你切糕，这样可以吗？朱耀文，你这爸干什么？你都骗我了，你还要跟我讲什么？明天中午十二点，麻烦你请他切糕。如果不是他走，我就离职。反正家都离职了，因为你讨厌他嘛。我这样离职也 OK 吧？我说了做到。表姐，崔小文，别难过，别难过。这孩子啊，从小脾气就拗啊，没关系，待会儿我再好好跟他讲，好吧？别难过，啊，他心地善良，他心地善良，我给他讲会讲通。你把我行李放那边就可以了。嗯嗯。哎呦，看起来你们两个人的互动不错哎。晶晶，那我们的药物表现如何啊？好，他跟朱耀武一模一样。有时候我真的怀疑朱耀武的灵是不是附在他身上。这很有可能啊，因为他们是双胞胎嘛。哎呀，好，不要说我了。哎姐，怎么样？这几天还好吗？哎呦，你该不会刚刚在跟朱耀文讲电话吧？嗯，好的。嗯，我怎么可能跟他和好呢？你知道他这个人有多鲁啊？他的事你们听说了吗？你指的是他赶走阿香姨的事吗？刚才耀威有 call 我，跟我说了。我呢，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打电话给他的。我就请他不要把阿香姨赶走啊，哪有人对自己的妈妈这样的，想不到他很固执，一点都不懂得变通。呀呀姐，哎，其实我觉得这件事不能光怪朱耀文啦。可是好了，那我也不方便在这，你们聊吧，我先勾备我的房间了。哎，等一下，你们不是买东西回来吃吗？那你们就一起吃就好啦。刚好呢，我要下楼去看影集，还有啊，你们慢慢吃，我会看影集看非常的久哦。哦，啊，对了，干妈的生日不要忘记准备生日礼物哦。嗨，我下去了啊。阿姨。嗯。饿哦。来吧，这里是你的牛肉面。香。嗯。
你要送你妈什么生日礼物啊？礼物？嗯。她什么东西都有了，我想我就请她吃个 dinner， 或者到百货公司买个礼券给她，看她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吧。干嘛？我觉得你真的很没有诚意耶。如果要是周耀武的话就不一样啦、啊。周耀武呢，他超温柔，他超细心的，他一定呢会精心选择一个超级 surprise 的礼物给干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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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可以吧？我一定会很精心的选一个 surprise 的礼物送给他。那差不多。嗯。哎，对了，这几天我想了很多啊，我觉得要你扮演朱耀武，这也太简单了，而且你也扮得不够彻底，所以呢，你要答应我三个愿望。What？不是啊，依据我姐的说法呢，她说朱耀武曾经答应过我三个愿望，那既然你现在是扮演朱耀武，当然要比照办理啊。Why？Why 什么 why 啊？哎，你想赖皮哦？你不要忘记哦，我们打过赌的哦，而且 you lose。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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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lose， 所以愿赌服输喽。嗯，三个愿望 OK 啦，不过要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哦。没问题啊，那谢谢你喽，耀武。哼，说吧，你三个愿望是什么？愿望啊，等我想到再告诉你喽。快点啊，吃面了。晶晶知道啊，我现在身份是 Michael， 哎，也不能跟你太有默契嘛。而且说不定等一下许愿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是不想让晶晶听到的，所以我就提前来啦。哼，啊，你怎么那么贴心呢？真是啊，谢谢谢谢。来来，哎，不好意思，许个愿啊，许个愿。啊，那个，啊，这个呢，第一个愿望哦，就是希望。你赶快追到晶晶啊！你两个花花到顶、啊。那第一个愿望呢，就是希望我这三个女儿呢，能稳当找到好老公啊，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那第三个愿望呢，放在心里哦。提供杯啊，你顶好我加持，火鸡盖猪脚料理大赛，甲地瓜连了18。爬个咪咪冒冒，妈，第三个愿望是不是跟爸有关啊？哦，这厉害啊，你通灵啊！我看你笑成这样，他也知道啊。快快吹蜡烛，快吹蜡烛。生日快乐！嗯，那我赶快闪了，等一下晶晶就要起床了。哦，好、哦，他不会那么早啦。你先坐一下，妈妈跟你聊聊天。哇哦，其实我们问你讲，如果我们今天演的这出戏哦没有成功，啊，晶晶没当跟你到顶，那怎么办？我可以慢慢的哭，而不是随着我慢慢笑，需要。
想讲要问你讲，如果我们今天演的这出戏哦没有成功，啊，晶晶袂当跟你斗阵，那怎么办？也没怎么办啊，我会放弃。放弃？嗯。这段期间，我发现我越来越爱他了，因为爱他，所以我希望他快乐啊。如果他不爱我的话，我会让他走的，让他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啊，你家己的，只要看到他快乐，我就开心了啦。哎呀，你不用担心啦，我还是会找一个老婆，生个孙子让你抱的。你怎么那么贴心呢？你看你讲，啊，只要晶晶能够幸福，你可以放弃他。啊，然后你给妈妈还路，你就想讲哦，赶快找个老婆，生子孙让妈妈抱。啊，你家己，你没有办法跟你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甘苦你都没甘苦。妈妈看你安尼是种唔甘的呢，嗯。哎呀，妈，你不要想太多了。人生本来就很多事情是不能勉强的啦。我以前你讲拢对啦，阳光妈妈也是希望讲哦，你能够去追求你自己的幸福。你过得好，阿妈妈才会开心，对不？我嘛希望讲，你可以跟你心爱的人在一起，千万唔当为着讲我要妈妈烦恼，就去过你自己不想过的生活。嗯，好了，我知道了，生日快乐。那我要准备一下去上班了，你蛋糕要记得吃，知不知道？嗯，好啦。嗯。你不在晶晶吗？我现在是 Michael 哎 ，Michael 对晶晶不会这么好了。好啦，先走了。嗯，好，谢谢你哈，爱你呢，儿子。生日快乐。耀文哥，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啊？什么日子？你不知道哦，今天是干妈生日哎。哦，那怎样？要我帮她唱生日快乐歌啊？哦，对啊，之前不是都是大家一起帮她唱什么唱？拜托，我之前帮她唱生日快乐歌，那是因为阿嬷还在。我唱的目的是要唱给阿嬷听，为了遗产嘛。那现在呢？阿嬷不在了嘛，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唱啊。做人大家诚实一点啦。可是什么啦？我问你，那个生我的人退房了没有？耀文哥，你一定要这样吗？阿香阿姨她真的很可怜，好不好？她的丈夫跟儿子都过世了，你现在是她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呢。你干嘛一定要这样对她？如果她好了没有啦？我跟你讲哦，你再多讲一句跟她有关的事情，你就不要来上班了，啊？耀文。亮亮刚刚说的很对啊，你不是一直都很想见到你的亲生母亲吗？她现在都出现在你面前了，你就让她走，你可不可以给自己跟阿香一个机会呢？哎，她这么一走，说不定以后你们永远都不能够再见面了。不能再见面就不能再见面嘛，有什么关系啊？她当初不要我的时候，她应该就想到这一点了。她想过来找我们吗？没有吧，现在才回来，为什么？因为她老公儿子都挂了嘛，所以她才来找我们啊，那把我们当成备胎啊，对不对？谁都没有的时候就来找我们这备胎的啦，知不知道？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偏激？说不定阿香也有自己的苦衷啊。我们也有苦衷啊，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苦衷？我小时候我也很想跟同学一样，哎，妈妈做了便当热腾腾打开，好好吃哦。可是我没有啊，因为我妈不要我啦，所以呢，我只能到学校参加母姐会，都是我阿妈干嘛啦？不好意思哦，你如果要办 check out 的话，麻烦这边请。耀文，你刚刚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其实我这次回来不是要你来认我这个妈妈的。
我不仅不是个好妈妈，我连当你妈妈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从来没有养育过你。虽然说当初我是不得已才离开，可是我从来也没有为了要留在你身边跟光哥努力的争取过。所以现在你不接受我也是应该的。我不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其实我这次回来只是想回来看看你，看看你好不好，看你这么健康，长得又这么帅，事业又发展得这么好，我真的很开心也很满足，总算是了了一桩心愿。只是很抱歉，也很对不起，我又要离开了。你爸爸他还在睡觉，那我就麻烦你转告他，我非常感谢他把你照顾得这么好。亮亮，麻烦你帮我去搞。任何的立场可以再替自己辩解，我不敢奢求，不敢奢求你的原谅。我唯一能说的除了对不起还是对不起。虽然我知道说再多的对不起都不能弥补我在你人生中造成的遗憾，但是耀文，我真的对不起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弥补你，你爸爸真的把你照顾得很好，我唯一能给你的只有这个。谁要你的钱呢？你有什么做不到？爱像玩火吧。
天呢，你有必要戴那么一大只墨镜，搞得自己像一只苍蝇啊？不是啦，副组长，昨天我男朋友啊要跟我说分手，我哭了一个晚上，眼睛肿得跟网球一样大，所以戴墨镜也遮丑啦。是哦。你男朋友很过分呢，他之前劈腿你都原谅他，他这样对你，就是，哇，有必要那么难过吗？你们两个愣在那边干嘛？赶快去安慰他，有没有同事爱啊？快去快去！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我刚才看到 Joyce 戴着墨镜在厕所外面哭，哎，是怎么了？失恋了啦，我派两个人去安慰他。报告副总，我刚刚已经想好了第一个愿望了。我的第一个愿望呢，就是请你去抚平 Joyce 失恋的心情。What？ 我去抚平他失恋的心情？我何德何能啊，他会这样又不是我害的，我怎么安慰他？好汉啊， Joyce 他交了不止100个男朋友呀，很容易抚平的。不是啊，我很好奇你许这个愿望干什么？愿望不是都要许在自己身上的吗？哎呦，好巧哦，以前朱耀武又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好啦，第一，大家都是好同事嘛，再说你现在不是朱耀武吗？我跟你讲，朱耀武人很好，他一定会照顾同事的。第二，我呢，天性多么善良啊，整个就是发挥人机己机人逆己逆的精神，所以愿望不一定要许在自己身上啊。 OK， 我接受你这个说法。 I'll do it。 哦，那就好。对，今天你妈生日，你不要忘记挑个好礼物给你妈。我知道，就为这事，加油！副总，用这个吃吧，不叫环保。可是这是你的筷子了。Don't worry， 我已经洗过了。这人怎么那么脏啊，叫你安慰他，你有必要把自己筷子借给他吗？你不知道这样会让女生觉得你对他有意思哦。副总，你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你这样子我担心会影响到工作啊，而且就一次啊，你知道吗，其实失去男朋友又不代表失去全部，你要想一想，你还有朋友，还有家人，还有工作，还有很多方向可以发展啊。是吗？不要难过了啦，你要想你自己条件这么好，长得又漂亮，一定很快可以交到新男朋友了。现在是怎样？他条件哪里好啦？Joyce， 你装什么可怜啊？还有那个死麦克，你的手，你的手放哪？不行，这是我要他做的，我在气什么呢？忍住，忍住。副总，真的吗？你肩膀可以让我靠一下吗？如果可以让你开心一点，靠吧。我靠 ，Joyce， 你少得寸进尺了，我要忍住，忍住，不行，我忍不住了，我要内伤了，我要内伤了，眼不见为净，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Joyce 啊，你难过归难过，还是要吃点东西吧。怎么，你吃过了吗？还没，怎么了？没有了。
因为以前都是我跟我男朋友合吃一个便当啊。那因为我怕胖，所以如果副总愿意跟我合吃一个便当的话，我会觉得好像男朋友还在我身边，心里会觉得比较好过一点。混蛋，你敢答应他你就死定了。好吧，那你要答应我要开心一点，不要影响到工作。嗯，那就一起吃吧。谢谢。居然答应了，你怎么什么都 OK 啊？你是有没有正常观念啊？这两个贱人居然合吃一个便当啊！我要忍，我只能忍。天啊！哎，小伟，爸妈的生日礼物你准备好了没有？哦，我最近很忙哎，而且中年女性喜欢的东西我实在是没什么 feel 了。啊，对了，你不是也要去买吗？那我们干脆一起合送就好了。哦，你想得出来，你也偷懒。哎呦，你最好了，帮我买下嘛，一起买嘛。好啦好啦好啦，我帮你这个忙。那我赶快跟大姐说，叫她也去准备。谢谢。干爹。哎。哦，大伯，你终于睡醒了。有意见？不是啦，可是你最近睡得有点太凶残了，你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有什么好检查？我从以前就这样子爱睡啊。哪有啊？你最近真的睡得特别凶哎。啰不啰嗦啊你？嗯。对，那个阿香人呢？阿香阿姨她早上就退房了。退房了？朱耀文怎么那么不懂事啊？硬是要人家走。人家阿香大老远从美国回来看他，他怎么那么做那么绝情啊？他人呢？不，他跟婉玲姐去买东西了。又一道出去。哎呦，你娘最近好像感情还不错啊。干爹，你别乱说。耀文哥他是因为最近跟大姐吵架，他们过一阵子就会和好了。人家都说什么夫妻床头吵床尾和呗。你看我跟你干妈，也是从床头吵到床尾，最后还不是吵到离婚呢？哎呦，才不会这样嘞！干爹，你记不记得干妈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啊？我都忘了哎。他生日关我屁事。这样哦，那干爹，我今天可不可以早点下班？因为我要去买礼物。你觉得我会让你为了去买你干妈的生日礼物放你的假吗？你别想了吧，你他那种人，你没什么生日好过。哟哟，刚刚是谁说不记得干妈的生日的？我可以再慢慢的哭，但往火慢慢烧。可不可以早点下班？因为我要去买礼物。你觉得我会让你为了去买你干妈的生日礼物放你的假吗？你别想了吧，你他那种人，你没什么生日好过。哟哟，刚刚是谁说不记得干妈的生日的？哟，那是你提起来的，又不是我说的。好了好了，别啰嗦了。我问你。那银行贷款下来没有？还没下了，会不会下不来了？哟，哇塞！哎，我刚不小心看了一下阿香姨的那个客房资料，她生日也是今天呢，跟大伯母同一天呢。阿香也今天生日啊？哇塞，这也太巧了吧！对呀，哎哎，大伯你看。今天是阿香的生日，结果耀文还一马的给赶出去，这
阿香的心情一定很糟，她在台湾也没什么朋友亲人，要想不开也没人诉苦，这……我去打个电话给阿香，祝她生日快乐，至少让她知道有人在关心她吧。啊，哦、你们俩过来，过来。嗯嗯。哦。好，那我慢走。哎这么在意阿香，以前没看她担心过大伯母。哎呀，我，你会不会觉得干爹搞不好会跟那个阿香姨旧情复燃？我先问你。哎呦，这样干妈怎么办呢？哎，如果你要送给妈妈的话，这组都还蛮适合的，而且款式都还蛮高雅。那我要这一组。小姐，你眼光真好哎，很多客人都问这一组，而且刚刚有一对情侣也是买了这一组，去是要送给妈妈的。是哦，好好好，就这一组。好，那我帮你包起。好。我进去拿擦云布，你在这里等我。好。你看，礼物呢，我已经买好了。卡片，你写一下啊。来，那个，亮亮啊，你觉不觉得我们应该要邀请耀文来参加晚上干妈的生日 party 啊？大姐，你不用问了啦，这件事情哦，我早上就问过耀文哥了，他说他不会去，而且今天刚好也是阿香阿姨的生日。这么巧。今天是阿香姨的生日，但这样说起来，耀文是要帮阿香姨庆祝喽。那他们两个是相认很好啦。这怎么可能啊，大姐，耀文哥哦，他一大早就把阿香阿姨赶走了。你说什么？他现在把阿香姨赶走了？阿香阿姨，她真的很可怜呢。哎。这不是佳佳吗？你来找我？我这边超想的。不是来找你的，是来找亮亮的。不是佳佳，事情……哎，事情都过了这么久，你也该消气了吧？不要这样啦，原谅我好不好？我本来呢是打算原谅你的，哎，但是我没有想到你就把阿香也赶出去。她是你亲生的妈妈哎，所以呢，我刚刚又决定了，我不原谅你了。诸葛亮，你干嘛把这事情跟他讲啊？我就觉得阿香阿姨很可怜嘛。阿香阿姨可怜，我就不可怜啊。佳佳，这两件事情不要混在一起，是我们的事嘛，不要跟那女人扯在一起，她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啊，不要影响到我们。什么叫做那个女人啊，她可是你亲生的妈妈哎。那又怎样呢？好，算了算了，我不要跟你讲，反正越讲我越生气。那卡片写好没？我写好了。好，那我先走了。佳佳不要这样嘛，佳佳，范佳佳，你不要这个样子啦，你赶快关。躲什么躲啊躲！这是婉玲要给我爸上的生日礼物，我不方便回去啊，拿给他。我爸，帮你看。好。老爸，爸，起来起来啊！你回来了。那婉玲呢？他东西还没有买完，所以我先回来了。啊，你怎么了？你最近老是在睡。哎，年纪大了，精神不好啊。
我是觉得你这样子怪怪的，你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有什么好检查的？就是这样。好了好了，别说这个。我跟你讲啊，那个你妈今天过生日啊。你还说你不需要检查？是啊，你把潘金莲都说我妈了，你去赶快检查一下，老人痴呆这么早犯了。我说的你妈是阿香。哦，然后呢？然后啊，我们准备给她庆生呢，晚上我弄几个她喜欢吃的小菜，然后再帮她准备一个蛋糕啊。毕竟她是你妈嘛，所以你要不要过来一趟？好了好了好了，别这样了，好吧？你不原谅他，把他也赶走了，让他搬出十八，他也搬了，他一切都尊重你的想法，是吧？难道你不喊他妈，不把他当他妈也可以，但是这至少是一个长辈嘛，是吧？你帮一个长辈庆生，这样不为过吧？也可以，但是这至少是一个长辈嘛，是吧？你帮一个长辈庆生，这样不为过吧？好吧，那这样吧，你去帮那个欧巴桑庆生，我就去帮阿香庆生，你觉得怎么样？你不要挑战我啊！我告诉你，别勉强我。哎，那就对了嘛。有一句话叫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呐。好了好了好了，我也不跟你说这些。反正啊，晚上我会跟朱耀威啊一起帮他庆生。那个，你要想到的话，想过来，你就来，好不好？哦。哦。那个，耀武跟晶晶回来了。回来了。他们现在怎么样？好得很。好就好。好了，那我再躺一下吧。不是你这样真的怪怪，你不要才睡啊！你要不要去？我带你去医院给他检查一下。不要！你每天这样睡有办法？耀文，哎，你找我？哎，耀文，嗯，听说你妈生日啊？不要再来了哦！哎，我跟你讲，再讲这种翻脸了。啊，对对对对，耀文。我要跟你借上一次那个张老师那个布娃娃，干嘛？你跟晶晶有什么心灵沟通啊？不是啦，快啦，你去拿来借我了。好，在楼上，我去拿给你。爸，你想休息啊？没事，找我有事儿啊。我是有个忙，想要请你帮忙一下。什么忙？你说。就是我有一个同事，他失恋了，我想说假借他男朋友的名义写一张卡片给他。那你自个儿写就好了。不行啦，我的字他认得出来啊，而且你的字也比较好看嘛。哼。好好，那我帮你写。写这里，写这里。挺有爱心的。写什么？嗯，那我念，那你写哦。好。好。哎，亲爱的小莲。等一下，等一下。你那个莲是什么莲？莲长的莲，莲花的莲，潘金莲的莲。你到底是哪一个莲？你这个是要写给你妈了，是不是？不是啦，刚好我们那失恋的同事，他的那个脸就跟妈的脸是同一个脸啊！我靠，难怪他会被甩了。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你那个同事啊，叫他改个名，他这个名字啊，杀气太重了啊！改了名之后啊，这个恋爱才会顺，懂吗？好了好了，我会转达他的啦。那我继续念了。你
不要念太快啊。好，来，亲爱的小莲，跟你相处的这一段日子，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女生。Joyce 呢？他跟副总在会议室里面啊，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哎。什么？哇 ！Hello， Joyce， 我就是你的男朋友啊！我怎么变成这样？你知道吗？我就是那个超级霹雳无敌大混蛋。你赶快去找别的男人啦，不要为了我这一只丑不拉几的鲨鱼放弃一整片海洋哦。你好，我姓张，工厂张德张，你可以叫我张老师。张老师你好。范晶晶小姐你好。所以咯，放弃我是你最聪明的选择。哎，那是我的张老师哎，居然拿我的张老师去逗 Joyce 开心，而且也用台湾国语，哦，气死我了啦！奇怪，我干嘛气成这样啊？我干嘛那么在意他跟 Joyce 怎样？这一招明明是我自己要测试他的啊！难道我真的喜欢上他了？不会吧？出来了，母狼。生日哎，啊，今天都没人搞我庆生。今天是做人失败。干嘛心肝出皮皮呢？Happy birthday！ 就走这一句啊！你妈妈生日哎，你没有创意，至少要有点诚意吧？没关系，她哦在国外待久了，这个中文不好了，不要勉强她了。对了，干妈，其实干爹今天原本也要来的，可是因为阿香阿姨刚好跟你同一天生日啊，所以她就在十八帮她庆生。许愿啊！许愿！好，来许愿。好，这个第一个愿望，希望这个大家都能够幸福。第二个愿望呢？这是第一个没有要我的生日，我希望公要我可以。去投胎，
能够到一个好的家庭，过一个幸福的人生。好，那第三个愿望，好吧，按照这个规矩哈，我放在心里面哈，我就不说出来了。妈，你在日本过得好无？希望你在日本会当过了健康、快乐。进前我有麻药物是你孙仔的代志，希望你会当原谅我。半点钟还没来，堵车啊？哎呀，这么多菜，这个，炸虾球。朱小薇怎么拿个蛋糕怎么拿那么久啊？搞什么呀？大伯，这个蛋糕是……你没长眼睛啊？来不及了。你没看到我开门，你还往里面冲？你没看到？那个冰柜里面还有蛋糕吗？奶油剩最后一个了，其他口味可以吗？再去拿一个去。这个。来，去拿去。这样看比较清楚。婉玲，耀文，啊，你还没吃晚餐吧？哦，对啊，怎么？你干嘛这么大费周章？我如果要吃，我自己出去吃就好了。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啊，反正我们两个都自己一个人吃饭，干脆就一起吃就好了。哦，谢谢啊。不客气。耀文啊。你要不要过去厨房帮阿香鱼过生日啊？伯父跟耀威都在那里耶，我可以在这里煮小火锅再等你回来吃啊。他们过生日就过生日，关我什么事啊？耀文，毕竟她是你的亲生母亲啊。你现在在煮小火锅了，我去洗澡。喜不喜欢？哦，我喜欢呐、啊，当然喜欢。哎，这光好细、啊，漂亮哦！这设计师超有名的，真的哦，好好看呢。哎，花你们不少钱呢，怎么好意思？不会啦。哇，哎，这个长度什么都刚刚好。亮亮，我的那个蛋糕要 small 小一点的。哦，我真正好感在玲玲仔做客找我家，不然怎么可能收到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开玩笑的啦，我跟你讲，这真的根本没有什么，好不好？明年呢，不要再送我东西了，只要你们在我身边就好了。好，干妈。干妈，不是只有我们送你礼物哦，还有一个人送你礼物哎。
哦，是猪要威送我礼物吗？啊，不是啊，那个项链要威跟我们一起合买的、啊。哦，啊，那你们都送了，还有谁要送我、啊？嗯，亮亮，你就赶快拿出来给干妈看呢、啊。干妈，佳佳，这是干爹特地写给你的生日卡片。写给我，二十几年来呢，好意思，拆开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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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你先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好不好？等下再看吧。好，等下再帮他讲话了。啊，对哦，一根特特细细嘛，好不好？好了，赶快吃蛋糕啦，快点啦，沾沾香气呀！来来来，快快快快，来来来，来来来。哎，对了，我差点忘记了。干嘛？不是只有干爹送你礼物哎，还有一个人送你礼物，就是婉玲姐哦。嗯，你家狗刚啊，呀，上我那问，哎，好像一样哎，他回家哎，真是真拍死啊，老婆上那部啦。嗯，哎，这好像一样哎，是不是一样？哎、欸，真的耶！一样啊！哇，阿林姐好默契哦！哎，其实买到一样的礼物很正常啊，重点是漂亮，你喜欢就好了。就是啊，哎、啊，阿郎婉玲送礼物，那我也要叫人来。哦，婉玲姐她没空啦，她白天跟耀文哥去买这个礼物之后，她就再也没回十八啦。哦，那我这组。姐姐眼光真好哎，很多客人都问这一组，而且刚刚有对情侣是买这一组的，去是要送给妈妈。怎么会这么巧？难道那个店员说的情侣指的是婉玲跟耀文吗？不过华那婉玲算是有心的、啊，帮我谢谢他。那个你们先吃哈，我去上个厕所。嗯，蛮好吃的，好吃哦，夏天呗，甜而不腻。干嘛这个草莓给你？妈妈，你吃，你吃，你吃。喂，婉玲，佳佳，你现在跟耀文在一起吗？对啊，我在他房间。你怎么会在他的房间啊？哦，因为他这几天心情不好，所以就叫我过来陪他。他要你过去陪他，那他人呢？他怎么不接电话？啊，不好意思，他现在正在洗澡。等他出来，我再叫他打给你好了。婉玲，你帮我拿毛巾好不好？好衣服忘了帮我换毛巾哎，谢谢你哦。哦，好。佳，不好意思哦，我现在要去帮耀文拿毛巾，等他出来我再叫他打给你好了。好，就这样，拜拜。煮好了，快来吃啊！哦，谢谢，不客气。喂，赵伟，怎样？大哥，我大伯伯在等阿佳，以及我们准备很多东西，把亲戚亲戚等到哈。你讲慢一点，什么事讲清楚。反正就是阿香以来十八路上出车祸，他现在人在医院，关大伯已经在路上，来不来就看你了。怎么了？周伟打电话来说，阿香在来十八路上出车祸，现在在医院。
算了，不要进去了，走走走。为什么？你明明就很担心你妈，既然来了就进去看她嘛。你还在乎你妈？不是吗？生日快乐！见到你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好开心。帮你煮了一碗那个猪脚心汤，对伤口复原有帮助。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一直留下来陪你吗？成绩是出来的，可是你们大家都要坐着听啊，太好，我怕你承受不了这个打击。到底得第几名啊？你跟阿香有没有想过要复合呢？那以前钟情的那种感觉已经没了，现在你说再培养，真的。孩子的意思是说，问我们是不是会再复合？耀文呢，他一定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完整的家。其实。我感觉耀文妈妈是个好女人，我希望第个人会得好好对待她，好好保守她。我当耀文只有短短的三 days， 但是我的心因为你开始变得温暖，心知请你跟我在一起好吗？我不能答应，因为我不喜欢麦克，我爱的是你，我早就知道你不是麦克。朱耀文先生，你愿意娶范晶晶小姐作为你的妻子？我愿意。晶晶，我要谢谢你，让我知道真正的爱有多难得。有你在我身边，我觉得很幸福。您现在收看。